就是干杯原百成功店的开幕的日子。那原百成功店的话，是我们干杯烧肉居酒屋的第18家分店。那就是谢谢大家。那以这家以干杯的一个经营理念来说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来到这边用餐的话，其实是一个秉持一个叫一起一会的精神。那我们今天大家来这边用餐都是一个缘分。那也会希望说，就不管是工作人员也好，或者是像我们的客人也好，那在这边可以创造一个美好的回忆这样子。OK， 那这家店的话，基本上的话，设计概念的话，我们是就是因为台南是一个充满历史气息的一个古都这样子，所以那我们这家店的设计风格主要是以日式的怀旧的居酒屋，然后那希望可以呈现出一个热闹温馨的感觉这样子。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看到墙壁上会有很多很多的照片，其实也是我们干杯以往开过的分店。那好像这是一个干杯的一个历史的梳理这样子。那我们也会希望说，接下来可以到店里面来用餐的客人，可以往我们的招牌活动叫做“亲亲五花肉”，两个人接吻10秒钟，然后我们用拍的拍下来的话，就会赠送一盘五花肉，然后让照片贴在墙壁上，那可以跟我们一起创造一个美好的回忆这样子。OK。好，那最后的话介绍到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开幕活动。那我们在2月1号到2月3号的话，就是连续3天。那因为这是我们第十八家分店的开幕，那我们会做18%off，就是全单82折的活动。那我们也会送出我们的招牌商品，就是和牛牛五花。对，那我们会连送18天，对，我们会连送18天的活动这样子。那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多多帮我们宣传，谢谢大家，谢谢。那这一次我们的那个新菜就是这一个，这是我们的新菜的设计啊，新菜的设计，那也是我们这一次的2月1号开始，2018年全新的一个开始。然后这个开始是干杯的新招牌菜都会在这上面哦。那我们有2大招牌，也就是说我们的现切沙朗牛排哦，现切沙朗牛排，这个在后面等一下会那个介绍给各位。好，现切牛排的样子大概是会在用餐客人的桌边，然后做现切的动作，然后是以每100公克的那个计价方式去计算哈。好，那第二个煮熟就是我们的牛舌，一条牛舌它当然有前段、后段、下段哈。那这整条牛舌我们都可以拿把它拿来做利用。后段比较肥厚的地方就是我们做后切牛舌，它前段比较难咬的地方我们做炖煮的牛舌。那舌下的话，它的结缔组织比较多，然后所以我们用刀工去把它的比较结缔组织把它切断，然后增加它的软嫩度，然后做牛肉酱的口味。对，然后最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版菜单里面改善最多的就是增加了下酒菜，炸物的东西会比较多。